副总统赖清德提出紧急的事，会当让停机的协定基础搁再运转。针对这个部分，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对外强调，这牵涉法规，社会嘛爱有共识。也若有学者是认为讲，咱台湾应该爱让核一厂甲核二厂的基础延后退休。也毋过反对的学者就批评讲，核废料的问题拢无法度解决，搁想要用核能实在是伤憨。核能厂基地搁一摆加做大家关心的焦点，副总统赖清德提出停机的核能机组紧急运用的讲法，引起民进党政府会去甲横路线是毋是放量积极？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，重点是社会爱有共识。怎么样来研议一个这个安全的使用机制？那当然也需要跟国会来进行沟通，取得社会的共识。目前协议已经展开毒液作业，基础牢固，甚至通过毒液计划，尤其使用过检查棒毒存是一个问题。核三是毒液计划审查当中，核四是封存当中。不过，亲像德国因为俄乌战争技术人员欠款，和核电厂延后毒液，日本也为稳定人员供给，加介绍这两年陆续重启停用核电厂，拢是特别案例。他应该先想办法让这四部机组先演绎，取得执照之后才有办法转为备用。进入厨艺的状况，突然说要继续使用，这也是蛮不可思议。核三厂现在也在进行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，这面大家去注意这件事情。长期反核学者反对核电厂重启使用，环保团体也认为，亲像已经堕核的核二厂，放用过燃料棒的水池早就不满，哪能够顶胖呢？光说用过燃料棒要退到水池，就已经无路可退了。用过燃料棒的那个水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放了。原能会并没有收到相关的案件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相关的内容。对核电厂紧急运用，原能会无明确回应。按过第一至九三都通过核安会组织法，将能源会即卖自己部会改制做核安会，相当是文安会三级独立机关，将你核资保防监督加核资保安管制这业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